我卖个叮当，我无卖个叮当，卖个叮当啦。我叫你的，好，你去。你们赶快再去找。二孩子。因为这三只都是前面的，所以呢，它这三只。这三只可以下手。你可以数数看嘛呀。我看明天呢、喔、会后面那些。啊、鼻子刚开始也是鼻子都流血出来，一个人都要细尿，血到那个完全干。你们在附近找看看还有没有，应该不止这些。这边是金武路，不是吗？这是小路啊，这是那种开发商的小路。另外一个爱心妈妈，她早上有。另外一只送去医院的吗？对，我送去的。送去哪一家？德敏。他是同样的医生，马上给他打了针。好了，可以啦。你们刚刚送去换过去吗？啊？还是换来换过去？有没有吐啊？那只有。有吐。哎，他的瞳孔缩小了，都还好。你们要再去找一下，因为他可能。小蔡，你们找的那个骨头啊，从他嘴巴挖出来的。我太紧张什么？我一紧张，我只是把它挖出来，他不到一分钟就口吐白沫，我就赶快打给他，叫他送。我好像。好，那确实知道吗？跟他们结扎，什么钱都这样花，我不要再那么多钱。结完了，生病送医院，死了还是死了，干脆我跟你讲，全部都除掉好了，我省得那边每天那么不。为什么佛教要教我们去救这些众生？阿华，你看看是不是阿华？你觉得嘞？绿色的，好像是蛋子蛮新鲜的啦，应该对绿色。你可以一起化验吗？应该没死，都在。这里面东西可以拿出来，可以。对啊。那是谁啊？小莫拿个大，拿另外一个出来给我。你。我请问一下啊，这边可以，譬如说可以看有时候有什么指纹可以去查吗？这个你要先带回去化验还是怎样？因为没有，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有狗的尸体就可以化验的。因为我们会把骨块再采出，内容物处理。没关系，那我给他打包起来。因为质量没有绿色。因为我有拿东西是戴手套，所以应该还好。拿那是在狗不是戴。质量没有绿色。不是啊，那个都已经结扎了，还去毒他，我觉得太那个了。我暂时接火线妈妈家的思维，同阳公，有人在注意了，警方已经在调查，对，好不好？在做电视。
啊，但是要，我是要请吃肉，不敢跟你那个。我想的，你知道哈？我知道，不敢跟你说，因为他这个狗命，你们那么重视哦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真的很感激。他们也值得，这些狗命也值得很快。可以，可以开吗？打开吗？Thank you.